五个特殊进球小技巧，不建议使用。青铜，白球被挡住一点点，直接打打不进，可以抬高后手，瞄准中杆点位，出杆短而快，就能将白球轻微起跳打进红球。白银，目标球被阻挡，无法直接打进，可以选择借球进袋，从袋角延伸做一条与黑球的切线，这个点向后延伸半颗球就是进球点，对着这里打就能借进了。黄金，白球被多球阻挡，直接跳球很难跳出来，此时可以对着库边击打中高杆，就能轻轻松松越过球堆将球打进。钻石，袋口球被阻挡住了进攻线路，多数人会选择用低杆打进袋口球，其实这是非常难的，我们可以选择用高杆击打，利用高杆吸库的效果将球打进。王者，这颗球直接打进不了，而大部分的解球线路都被阻挡了。这杆应该，算了不说了，看看就好了啊。想要系统学习，就加入私教课吧。下课。